我们来到卡尔加里 downtown 的一家非常 popular 的餐厅，叫 Barbarella。然后呢，我们的酒水呢，我们要了一杯 English Garden 和这杯啤酒呢叫 Copper， 也是加拿大卡尔加里附近的一个小镇酿造的。但是呢，它在今年德国啤酒节呢获了金奖，就这个名称叫 Copper。这杯叫 English Garden 的 cocktail 呢，非常好喝。入口的时候有一股黄瓜的清香，然后就是有一股淡淡的酸味，然后是甜，口感很丰富，非常不错。Copper 呢，就是那种很浓郁的啤酒香。最开始入口的时候会有一点苦味儿，但是呢，后来它的复杂的这个香气也是非常让人觉得很舒服的。这个是什么披萨？这个 clam 的海鲜披萨啊。这是 toast。这是什么？这是 tomato。tomato。